Hello。我上厕所去了。厕所，厕所。俺知道，对，掉厕所了。我上厕所了，把你下了。哎，小宝宝们，你喊下飞哥，飞哥，飞哥来了，飞哥，飞哥，飞哥，18了，18了。那个号播不了了，家人们，大号有，那个号暂时一时半会真的播不了了。你们就给小哎，广飘哥在喊你，他是在喊你啊，我喊你声。那正好来了，飞哥。给飘的这个号点关注。这蓝衣姐姐。这个号点个关注的家人们，欢迎六哥。啊，我掉厕所里面了，哈哈。人有三急嘛，真的是。点一个关注家人们，对不对？这个小号赶紧。光彪哥在我的直播间。这个号跟着老板去那个哪儿啊？这是小号。这个号跟着老板，宝的们，咱家去那个哪儿？去上海，所以说点点关注。蓝姨，这是蓝姨。点了是不是？完美一个占个数据占个榜，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那个啥的。啊，直播间价格非常重要的啊，快点飘到咱家帮个忙，家人们。这姐姐好玩，欢迎林总，欢迎任天哥哥，欢迎所有宝宝们。有飞机吗？天上有飞机，嗯呐。欢迎随缘哥哥。吸溜了，叫吸溜吧。谢谢六哥，感谢六哥。老西那孩儿呢？欢迎提醒哥哥。吸溜啊！吸溜吸溜，谢谢提醒哥的亲亲，感谢。耶！欢迎勇哥。老板困的。裤裆哥，裤裆哥来了，家人们。谁在那节奏啊？感谢开心，谢谢开心就好。老板拍个段子行，谢谢。跟老板去拍个相片啊！明天又出发了上海吧？是的呢，六哥，明天来。谢谢沈阳哥的小心心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哥哥姐姐们，拥抱，哎呀。耶、yeah ！三姐人呢？三姐，三姐在我直播间吗？三姐，照镜头啊，家人们。没看清。今天没一个管理在家呀，只能我自己来干活啊。啊。没一个宝宝在家呀，只能我自己来。今天我们的管理呢？咱家的管理呢？谢谢我默默，感谢我默默。哎呀你们真的是，哎呀，看不到了，看不到，看不到了，都一个都看不到了。
走吧，我们回家。咱们每个人点关注，点点关注啊，点点关注，所有宝宝们，把关注走起来。咱们把关注走起来，玲玲明天凌晨我就出发去上海了，带着家人们去上海。带家人们去上海啊！大号不行了，大号不行了。完了，老板，我们大号改号了，就得跟这个号继续就好了。我好看呐！我美呀！这是谁？为什么老板一笑我想笑呢？还笑有魔性啊！就这么拍一下的，老板，你好。哎呀妈，这老板的笑声！明天张杰伯伯，老板去参加群星演唱会。我来上海去干活。哎呀妈，这老板笑的。你要给报个路费，我就去了，老铁。副档哥来了。师傅，师傅，你要叫师傅，我可认了，我认亲戚了，认姐姐了。啊，来，哎，华姐，他跟我说我很有才的，你朋友，来，开始。你就说大美汉秀越来越好就可以了。大美汉秀，越来越标，好，正式一点啊，可以的吗？欢迎我的老板，包子老板。来到我的老家常德汉寿。什么师傅？你是彩虹堂的一员，没错。对，你怎么叫师傅呢？没过门的师傅。没过门的师傅。太吵了。谢谢包子宝宝亲到糖宝了，感谢包子宝宝。糖宝把飞机都要打你，老板很高的，谢谢彩彩哥哥。好，非常好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老板太可爱了，昂，师姐把你吃掉。师傅你的手，师傅你的手。师傅我发气啊，发气。你藏好那边。快了，老板现在不行了。他们要我体验直升机，去可以吗？他们要我体验直升机、啊。去，老板，带我们仨呗。老板，老板到我们十月23号、24号，石门。来不及。来，家人们点点关注，点点关注，没有给您点关注，点一波关注，所有宝宝们，关注走一走。十分钟一圈。准备工作办。关注走一走，来，家人们。是的。三十分钟了吧？美肤洗洁精。对，那个当地那个领导向老板商议，要不要老板想吃？当地的领导想吃。欢迎明辉姐姐。我六点钟我得要赶高铁了，张杰了。
啊，老板马上去给张一见。嗯，对。还有高等会所啊，老板呢？还有高等会所。哦，低调。高档会所。低调点，知道没有？我们明天早上上班上老板。先生，今晚我们的灯牌亮一亮啊！感谢我姐姐的花开浪漫。空中玩一玩。谢谢长长哥哥，感谢长长哥当过劲儿。兴奋了啊，又兴奋了。最近练舞蹈了。啊，对。又学舞蹈了，干吗？那个坐飞机去了，妈啊！现在。俺们坐飞机去了。我去坐飞机啊。啊，坐飞机。感谢分享，谢谢分享。欢迎杨运德一哥，又来了。好了吗？完了。石门哥来了，石门哥跟我是有石门哥在，我就不叫你去了啊。结束了吗？是的，结束了。结束了，姐姐。那我也去。欢迎我是刚刚碰了一下，我的手机不行了，手机像素不行。我的手机发烫了，我搞点，我搞个散热。等一下，我要学你这个，搞个散热是不是？老板给吸溜小宝宝了，吸溜小宝宝。咱们关注走一波啊，明天要去上海了，感谢洋洋哥哥，明天去上海了，宝宝们。来一下，为什么必须得多？去年才给咱们两个，今年给两个。你是给安排表演吗？我吗？没有，还没有呢。什么意思啊？欢迎红阳姐姐。啊？对，我手机不太清楚，手机不行，手机老。没信号就我打。等一下啊，把这个壳取下来。这样感受一下是吧？我冒他去，还没好一点，还没好一点。到时候还没好一点，到29号去的差不多了。对，对，去年才给两个，今年给两筐。老板要去坐那个直升机了。啊，对，今天晚上吗？明天的。啊，张一杰是明天的。这是常德汉寿，嗯。谈到汉寿啊，谢谢红颜姐姐，感谢我姐姐的热水杯杯。有没有谁给我送礼物呀？他们都要礼物了。有没有谁给我飘个礼物呀？我咋觉得我小星星都没收到一个呢？我小星星也没收到一个了，家人们走步小星星。大家确定？确定啊！对，到时候我在石门欢迎你们啊！谢谢家人们，小心留榜啊！感谢关注，咱们把关注点起来，家人们啊！关注咱们走一步啊，走走关注。对呀、啊，对，是祝农，对，祝农。这个小宝宝好幸福啊！这个小宝宝。对呀、啊。啊，这个小宝宝你好幸福啊！确实。家人们，你们羡慕不？你们羡慕不？走吧，几点钟去？羡慕的一个个的啊！我明天呢，小宝，我不知道，等会儿看吧。谢谢我的红红姐姐棒棒糖，感谢我的红红姐姐。石门哥是石门人，羡慕死了。好的，谢哥。他看到那个糖了。啊，没有糖吃哦。
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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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看那个糖啊，我要求一份。欢迎彩虹姐。小心点，这个老板舍不得嘞。对呀、啊，老板还舍不得这个小宝宝。走吧，去坐吧，走走走走。哎呀，走。老板，穿了石门哥带不了你了。我们可以去吗？石门哥，你又被抛弃了。能带他们三个。喂，耶！啊，我们可以去坐飞机哟、哦。嗯，跟着老板坐飞机去哟、哦。你给底下拍，我们辛苦了。我们上去，我们上去没网了，完了全是网。是吗？还是，走过去呗，就那儿。啊，我们一起坐吗？就这儿吗？我们在哪里？好、啊，走路过去是不是？跟老板去坐飞机去喽！坐飞机呀、啊！坐飞机去喽！挺好。哎呦天哪，那飞机在等着嘞，那飞机在等呢。和老板坐飞机啊，家人们给您点点关注啊，给家人们来带着家人们也坐飞机啊，和老板坐飞机。我们得录屏啊，家人们，跟老板坐飞机。我们坐吗？坐完呢。欢迎包子宝宝，谢谢家人们，我们的灯牌丢一丢，所有哥姐们一起丢一丢，这待遇不错，开心，太开心了。老板来了吗？老板也走路过来。哦，老板也走路过来了。家人们帮玲玲助理一下我的小星星哟、哦，私人飞机哟、哦。老板来了，我们跟老板坐飞机去，家人们，录屏发作品，真好，真好。石门哥在吗？坐不了这么多，坐不下。玲玲这趟没有白来，我哪一趟都没有白走，家人们。哎呀妈呀，坐飞机了，这盘子跟老板一起，我们这战地记者好起来了。哈哈哈。甩人甩人，跟老板一起，我们跟老板一起坐飞机。爷爷爷，来，能抽到一万人吗？满一万了。飞飞飞。行。这是一万人了。啊，好。哎呀妈呀，这一万人了。客户二零八，干嘛去了？干嘛？陈总，这个可以进吗？可以进，再进，再进。那先坐一下，要等。试飞一趟，试飞一趟，哦，先试飞，试飞。有水吗？才哥往前面挤一挤。你一万人了？一万人了。我六万了。感谢彩彩，谢彩彩，谢彩彩。一千二。嗯。一万二，一万二，零零几啊？我看一下。我一万二，不是一千二。哦，一千二，你一千四，你那画面感太干净了，耗子，那个花花草草那个留个吧。那埋汰谁呢呀？谁能埋汰谁呢？这不行，咱仨干吧 PK， 谁赢了跟老板上去飞，输的不行去。那你就别去了。那耗子，你确定吗？耗子啊？不玩。太感人了，哎，谢谢。等一下。感谢阿汉哥的高级灯牌，谢谢。我也为你看过我们。啊，家人们，我赶紧直播间赶紧分享走一波。谢谢徐总。哎，你看徐总在请老板了。家人们，他俩说我直播间干净啊。不是，我挂着你的同时，我接下来这五天，家人们啊，接下来这五天啊，耗子都在这个湖南常德去宣传我们彩虹厂的每一个主播啊，然后以及湖南常德汉兽野生动物园这块啊，明天带你们去看猴看大象啊。来，我们上人家们，我们直播间一起全网分享一下，全网分享一下啊，全网分享一下，家人们，一起全网分享一下，全网分享一下啊，全网分享一下，家人们，去哪里？去哪里？我们跟老板去坐飞机了，全网分享啊，全网分享，咱们跟老板坐飞机去了。对，没留关注的哥姐们一定要留个关注啊！这两天你们想看馄饨啦、杨浩啦、美琪姐啦，是不是？他们不直播的时候，或者是前期宣传工作啦。老板最美了，所有宝宝们，亏不老板最美。我们感谢感
谢哥哥，感谢。谢谢我姐姐的亲吻，感谢我的夫妻。又吃。嗯，在青岛老板的就好。飞机儿了。青岛老板。感谢姐姐。给彪哥咱家三个榜，谢谢大家。你这人气，老板，直播间一坐，你这人气蹭蹭。好了吗？对，我有点看。看活不要钱。是的。不是。对不对？哎，有点卡了，我也不知道为啥呀。零点不啥，为啥？刚刚上一上人就卡了呢。老板，嗯、是吧？我知道。这么说，有点点伤心的啊。有点点卡。小心心，这个家人们，小心点开我的头像，这是我大号。因为你的人气高就卡呀，我也不知道为啥呀。宝宝们点点赞啊，点点赞。刚才升了，那个淋雨吗？是淋雨吗？咱们正好说，汇流的数据大，明天会有更多的人去宣传我们这个彩虹门更多的组合，让他们呢这两天在这个汉寿这个位置呢都有更高的人气，是不是？老板最美了，主打蹭呗，哎呀，对，黑色也会是淋雨，淋雨啊，那别说别的了，嗯呐，是不是？我的人都卡到耗子，你来了？我不卡，我刚两千人，我不卡，我不卡，来我直播间，现在我不卡了，我不卡，我不卡，不卡的五千人了。汉寿对汉寿，不卡咱们的五千人了啊！感谢六哥，哎呦，我的这个角度真的太好了，感谢感谢，谢谢谢谢六哥，咱们的管理，我们的管理该干活的就干活啊，看到了吗？管理直接干活啊！欢迎伟哥回家，我是超人，刚从医院回来，回家的路上啊，一点都不卡，嗯，那我也觉得不卡，不卡啊！真的是这个从哪里来的？这什么王凯啊？那王凯，不好意思啊，哥姐，为什么今天没有管理在我直播间？我直接，我跟你说，我直接干掉了啊，都卡到耗子那边去了。我不卡，不用搭理我，被我拉黑了。哎呀，何俊哥，哎呀，哎呀，欢迎，刚好亲到啊，感谢我们，也是风雨，也是也风雨，也无风雨，也无情，谢谢大哥，有牌面。漂亮是不是？哎呀妈，这又来个墨镜更酷了，感觉。你黑黑的呢？管理执行，我今天都得玲玲自己亲自搞了。那个我不卡。你们家的管理。我不卡，我不卡，来我直播间。我为了跑户外，新换个手机，苹果15啊，我不卡。已经被我踢掉了。我已经把它踢掉了。对呀，我搞这么近呢，是不是害怕呢？小心被骂，不会的。人家老板不会骂我，从来不骂我。朋友们说宝宝们，给你打，谢谢医生大哥，感谢医生大哥大墨镜给老板戴上了啊，感谢医生大哥，谢谢。谢谢我的冰冰姐姐，感谢我姐姐。感谢花落吴少哥，谢谢。老板打字用手写，这细节被你知道了。感谢来家人们，我们所有家人们，我们一起点点赞啊。我离老板远吗？我一点都不远。谢谢勇敢，感谢勇敢，勇敢哥，感谢勇敢哥。你们还想再近一点啊？还想更近一点啊？哎呀哎呀！坐飞机上。糖宝，来这真的是特写，糖宝。刚才我那个长腿哥笑开了。